战术啊，其实打滚地球还是对攻方来讲比较有一些保障。那除非真的运气很差，又刚好打到人家守备的正面。那现在轮到第三棒的郑达宏。那牛队呢，在最近三场比赛啊，三场比赛加起来只得了两分的这种情形之下呢，今天在棒次方面呢，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调整。那陈志伟呢，昨天打了两支二垒安打，今天打四棒。郑达宏的部分呢，今天也直接的担任第三棒。那近期陷入低潮的黄忠义打五棒。这个球打得结实，安打了。这个球又是一三垒了哈。棒次的调整相当不错，三上跑者回来，打者也要往二垒冲，没有问题。二三垒有人了哈，主要是二垒安打。打得真的很精彩啊。所以在比赛的一开始哦，黄俊忠还是整个被安打率哦稍微高了一些，那这个球就结结实实是一支平飞安打了，也使得牛队呢在一局上半目前是攻下了一分，而且呢现在还是没有人出局的情形之下呢，跑者分站在二三垒上。这个球也是投在比较甜的位置啊，这个球是打的确实是很扎实。如果二垒手没有机会的话，会形成二垒安打。也迫使了熊队这时候呢是采取了一个比较趋前的防守了。哇，这时候要面对对方四棒的陈志伟，陈志伟昨天呢打了两支的二垒安打。